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汤老师啊。今日示范用广告彩，好简单咁样去凭空想象画一幅风景画。首先我将底色咧就会打咗先嘅，咁就由浅色啦去到深色，你自己中意咩颜色就放咩颜色。然后画啲树，先用浅色嘅。而家我画间屋，你间屋可以系熄灯啦。开灯啦，或者是古老的屋啦，或者是梯形的屋，三角形的屋都没问题的，再不是就是高楼大厦都可以的。你可以给多些想象空间自己，就算不画屋，你可以加一些钟楼啦，或者是加一架私家车都没问题的。画好窗口门口之后，我就开始再加深一些树啦。树可以分开四至六只不同的绿色啦，你可以用广告彩加啲白色，加啲蓝色去调深浅，然后再忽加翻啲屋嘅细节，树干又系唔同嘅深浅啦，草同埋花。相信各位都好鍾意唔同颜色嘅花，睇落去就比较温暖同埋开心。鍾意我嘅示范短片可以 share 同 like 㗎，甚至你可以将你想学嘅画画技巧话俾我听㗎。如果大家喺屋企完成咗一幅风景嘅作品，都可以 WhatsApp 呢个电话 send 俾汤老师睇，俾返啲评语你㗎。多谢观看，拜拜。